次特快旅客列车运行到昆明贵阳县的邓家村附近时，发生严重颠簸，造成人员重大伤亡。谁呀？是全子吗？啊，师傅，大妈，罗大妈是我。哎呦，吓我这一跳！哎，不是说过了春节才回来吗？我这提前回来了。哦，但是政府奖励你呢。好，就那么回事儿。哎，这屋子一年多都没人住了，你好好收拾收拾啊。哎，给。我吃了吃了，大妈，谢谢您了，谢谢您。哦，把炉子升上。哎，没煤，上我那儿拿去。好嘞，谢谢您了，谢谢您，我回头看您去啊。哎，哪位是三十号？三十号有没有？哎，这儿，快点！哎，对不起。几楼啊？一千。谁姓啊？李慧娟。嗯？什么？哦，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吴桂芝，那是我妈的名儿。对不起您，对不起。点清了啊。哎，好嘞。
百里板呢。百里板啊，哪个百？哎，后边跑采购那个。哦，瘪子啊，骑摩托车撞死了。什么时候？一年多了，他那摩托还是偷的呢。咱们厂停产八个多月了，区里说这叫倒闭，发40%的工资，够干嘛的？吃早点够了。你回来的不是时候啊。要说你妈那个人呐、啊，那可真是百里挑一的老实人，一下子就没了。你妈在这干了大半辈子，她退了休，你又接着干，不易呀。嗯。方大妈，哎，我是全子，全子啊，我出来了，我来看看您来。说是谁呀？小五，来人了。哎，你视金之罪，你坐。哎，好嘞。哎，怎么？我来看看您。大爷听好了吧？你有什么事儿？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那个，反正我现在也没工作，闲着呢也是闲着。您家要是有什么活儿，您让五子上家叫。你出来了，感情好，自个儿掂量着。比什么都强。我们家不用外人帮忙。小三儿给判了无期，他兄弟哥们儿还有好几个呢，就当小三儿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好好过你的日子，犯不着惦记他。哎，大妈，您这儿有三儿的信吗？我想要个地址。我给你拿去。小五。哎，要不那我就先走了。再坐会儿吧。不去了。把东西拿走。全哥，全哥，我爸说你没工作，让你拿着自个儿吃去。别这么想。全哥，这是我哥的地址。几年级了？我高一了。想你哥吗？不想。嗯？他犯法了，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滚蛋。全哥，全哥，啊，我哥叫你呢。全子，快点！啊，臭里没有，就那丫头，把老子给涮了，非把她办了不可。
饭吧。少女就得自然美。对，不是，我说你这眉毛是？哎，我这眉毛长得就这么好，你没见过？那就是头一回。喜欢吗？有点意思。哎，干什么？去！好啊，长昌，是你，放开我！臭流氓！你干什么你？我以为你让煤气给熏死了，怎么着？喝多了吧？嗯？没有，没有。那盘子杯子摔了是怎么回事？嗯？我人家可都告到派出所了。没本事还穷喝，你显哪门子能耐你？赔吧。老老实实给人赔。那个多少钱？要不是看你小子不挣钱，罚你200我也不拦着。罗大妈说了不少好话，三个盘子两个杯子一共7块6。哎，给你。嗯，你说你小子也不争口气，刚出来就惹事儿。7块6，找你2块4。哎，算了，给他们得了。废什么话，我不给你垫上了吗？收据啊，幺八，差你毛二。算了，别的，得，我这还半盒烟。哎，咱俩谁也不欠谁了啊。抽根烟。我说你怎么进去的？那什么，跟人打架来。哼，打架。哎，你抽着。还想再打吗？啊，赶明儿手痒痒了就找我打我。哼，敢吗？笑什么笑？告诉你，以后老实点。哎，以后每月到所里去一趟，汇报情况。哎，听见没有？哎，你老 AA 的瞎点什么头？得记住了，啊？哎，走了。哎，哎，我水都给您烧好了，您喝点水再走。不喝，还有点事儿。以后少喝点酒，成。闷得慌了，就买本书看看啊。哎，成。明儿到办事处来一趟，哎，有事儿啊。给您，都办完了。哎，谢谢您。啊，就这样吧。谢谢。啊，不客气，谢谢您了啊，不客气。得好好干。好嘞。多不容易。哎。
感慨万千呐、啊！您都在想些什么？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啊，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那会儿没意见了啊！太好了，我有意见，你有什么意见？你什么年属什么呀？这不十，你今年多大？二十九，应该属猪。别闹，二十九我就属猪，没错。让大伙瞧瞧，瞧什么？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妈，哎，来了，少问他们来了。哦，妈，你快出来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妈，哎，来来来，哎，妈，哎，就是他。哎，好，听说你都是博士了哈。正念着呢。好，爸妈，我明天要去哈尔滨看冰灯。明儿就去呀！啊，来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好嘞，全都回来了。是吗？都半个月了。来来来。哟，那咱们看看他去吧。哎，你先进去吧。哎，咱们先屋里坐着啊。您走。哎，钳子，钳子，他刚还在呢，哪儿去了这孩子？哎呦，别是出去了吧？妈，钳子没事了，没事了。听说在里边表现挺好。是吗？嗯。妈，他们家催着我们结婚呢。哦，那就结吧。我是想等他念完了博士再说吧。等什么呀？你都二十四了，今年是你本命年，结了婚呐吉利。真的啊？妈，钳子，干嘛？小芬，你看我系了条红腰带，系那个干什么？我妈说系上它呀就可以消除灾难。迷信？不是，我妈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系上它可以辟邪。是吗？哎，对了，你不是也十二了吗？你也该系一条，不信问你妈去。真的？叉子，我出来了，你行吗？干活挺累的吧？北京不冷，青海冷吧？瘪子死了，骑摩托给撞死的。我想了三年，你真不值。为了个女的，你爹妈都挺好的。我找了个事儿，过了年就开张，外头也没什么劲，就是没人管，这点好。你得多干活，少想，少说，多找朋友。像咱们这样的，有了朋友就不怕了。再见。来信，我睡觉了。
哎，货真价实，哎，季节性大甩卖啊！哎，货真价实，快来看，快来看啊！哎，那件怎么样？3.5块怎么样？新来的板爷，哥们儿，抽烟？不抽。连个摊位都没弄着，惨点。来块。还没收摊呢呢，晚场电影还没散呢。哦，哎，给3毛吧。哎，小伙子，刚开张吧？啊？哎，得吆喝着点儿，得卖点儿10毛货。那光卖大路货那不行，这做买卖就得活分着点儿，啊？旅游鞋，旅游鞋，耐克鞋。哥们儿，昨天你说这个便宜。罗大爷，又钓鱼了您。全子，哎，再吃鱼啊。哎，好，谢谢。哎，他回来了。全子。哎。全子。哎。来来来来，这儿有你一封信。哎呦，谢谢您，老大妈。全子，一会儿啊，我跟您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大妈？您这会儿说。哎，你就告诉他得了嘛。办事处赵科长啊，给你介绍个对象，这事儿是我托他的。不用了。全子，这回你可得见见。再说吧。你瞧你这孩子，你还不好意思呢。你都24了，该考虑这问题了。你妈不在了，我替她做这个主。成。再说吧。给张照片，一会儿好给人送去。全子。收到你的信，我吓了一跳，以为我爹妈谁死了。哎，你说的对，有朋友就是好。我进来以后，谁也没给我来过信，连我们家都没给我来过。你的信我看了都有20遍，眼泪都掉下来了。全子，咱俩算是没白交，我知足了。我这儿不冷，干活也还凑合，就是咱北京来的人太少了，跟他们湖北江苏的那帮人抢饭总吃亏。你现在总算混出来了，得凑合着过吧。我要争取减刑。哎，别忘了给我来信啊。对了，你是不是该结婚了？衣服，这红的挺新潮的，倒是。可是觉得好像大了点，这花边太琐碎了，不太好看。你说呢？你先试试。嗯，我想算了吧，咱们还是走吧。好，
哎哎，这鞋怎么卖啊？戴眼睛自个儿瞧。哎呦，怎么说话呢？这嘴有这么使的吗？我眼睛倒是戴了，可是你的嘴是不是昨天晚上落在谁家的双人床上了？赶紧他妈滚蛋！哎呦，叫板！我告诉你说，你也没打听打听，就这一片啊！哥们儿，我跟你说，哎哎哎，李慧全，哎，你不认识我了？哎，怎么会？那年在红领巾公园，你拿大棒子差点没把我给卸死，后来我在鸿宾楼专门请的你吗？吃的涮羊肉，你想想，想想啊，啊！你是那个什么马？刷子呀？对，刷子。八斗弯的吗？你怎么还那么贫？哎，我就这德行。哎，干嘛呢？你现在？合资企业，美国老板说英国话。嘿，哎，你是刚出来是吧？啊，里边挺啊，嘿，辛苦。这个你拿走吧。哎，哎，这您不是恶心我吗？我回去取钱去。你少来这套。哎呦，那师傅，那不好意思了。这件多少钱啊？怎么着？这件多少钱啊？哎，秋哥，50。哎呦，这件羊毛衫也不错呀、啊。这要我那位穿上，那整个一个赛。拿走吧你。哎呦，这好，这又不好意思了，这，我说那就这么着吧，今晚上啊，在那街边的那咖啡馆啊，我请客呀。行，把我那位也带上，你给烫了烫。怎么对你说，一切是错，这样的爱不该。怎么对你说，不曾爱过，这样悄悄离开。你如何告诉我是场梦，让我怎能接受？怎接受？大哥，怎么一个人来啊？没带个伴儿啊？哦，给哥几个买张门票，给你找一撒的啊！哦，你如何告诉我是场梦，让我怎能接受？林姐。哎哎，哥哥，哎，来了，来这儿坐。哎，少牛，哎，哎，哎，这就是我女朋友思乐。哎，这就是我大哥李慧全。你好。哎，来，慢点。我不早跟你说过吗？那年啊，就是他在我脑袋上抡了7个大包，现在还有呢。不信，这儿摸摸。啊，你给他的羊毛衫啊，他早就穿上了，他甭提有多飒了。来，少撒点。得得得，我不说了，行了吧？您说这叫什么世道？现在这女人都跟那母马似的，动不动就撂蹶子，还专往那心窝子上踢。你说让咱这老爷们上哪儿说理去？250。嘿，你，嘿，老哥，我说啥？哎，思乐，哎，思乐，哎，哥们儿。你就是李慧全吧？是啊，你是谁？崔永利。哦，原来东边机械厂的。哦，就闻你的大名啊。哎，丑事值不得提。哎，喝酒。诸位，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著名歌星、文化宫歌曲大奖赛冠军赵雅秋小姐，现在请她为我们演唱一首。我不是什么著名歌星，那次业余大奖赛我只得了第4名。
下面我要为大家演一首歌，名字叫《期待》。还以为请了个什么娘们儿，一个小丫头骗你，哼，没味儿。说一过去，我喜欢老的，你呢？哎，哥们儿，你坐着。经理呢？这活搁咱手里白玩一天。这样弄好了。经理，外面有一伙人老跟着我。这帮臭痞子！小赵，别怕，我给你想办法。你是不是去送送赵小姐？哎呀，今儿我有点事儿。那怎么办呢？哎，慧泉，慧泉啊，怎么着？不是，你来送送这位赵小姐吧。嗯。我跟你说，跟他走没错，他一个人啊能糊了一大片。对，没错。行，走吧。那谢谢你了，再见。不客气。慧泉，别往上午那玩去啊。好嘞。哎，大米儿传钱的嘞！哥们看你一眼，想你一辈子。再来一个，哎，快点，还来一个，哎。哎呦！哎，别他妈搁那儿，听见没？哎，这是谁呀？
那帮人被你吓得连声都不敢出。您贵姓？啊，姓李。啊，在哪儿工作啊？没工作，卖衣裳的。哦，我到了，就这楼上。谢谢你啊，再见。哎、没事。哎，你喜欢听我唱歌吗？行。我礼拜六还去，再见啊。哎，再见。哎，我说你们这干活的脆上点啊！嘿，来了兄弟！哎，我说你这够忙的啊！里边等会儿啊，说话就来。我说你们下播什么时候来啊？这一规定是针对当前对乱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监督检查和制裁不力的状况而制定的。基本原则是，要使违法者在经济上受到惩罚。其主要内容是，属于一般价格违法行为的，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哎，你们俩赶紧把那包衣裳给我。属于一般价格违法案件，我那发票你给不给了你？哎呀，少不了你的，赶快给我走吧你！废话，不问行吗？跟这帮东西打交道真累。那朋友？狗屁！这年头谁还有朋友？为了几张票子，他敢拿刀子捅了你。他要是瞅着合适啊，敢把亲爹妈都给批发了。来，收着。慧娟，没事上我这儿坐坐。这是我租农民的，够宽敞的吧？有空就来啊。这是人家给人15岁儿子结婚预备的新房。我这人缺点心眼儿。哎，怎么意思，哥们儿？没什么意思。真有你的，我要想花钱雇保镖还不容易吗？我是想地地道道的跟你交个朋友啊。啊，哎，兄弟，别多心啊，啊，嘿嘿，我说，货来了，这一共是3包，啊，是这个啊，瞅瞅吧，不用了，放心吧，兄弟，哥哥绝不蒙你，哎，全子，哎，全子，哎，怎么？大爷让我骂你呢，啊？哟，怎么了我？前天小芬结婚，你干嘛不去？你不去也成啊，干嘛送那么贵的地毯？那得花多少钱呢？大妈，那个不是地毯，那个是挂毯。反正你大爷让我骂你。哎，全子。哎，这阵子，我怎么瞧你老有点不高兴？哎呦，挺好。是不是为了上回提对象的事儿？没有，挺好。别往心里去。不就是个澡堂上开票的吗？他看不上咱呐，哼，咱还看不上他呢。哎，那个大妈，您就甭操我这份心了。我不操心谁操心呢？你妈不在了，我就是你妈。成成，回见您。哼。
哎，看看你们混的，我怎么也太多了。好吧。别说二，你要买这儿。哎，让我过去。多少零？那两块。对不起，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对不起。哎，这多少钱？让一让，让一让。三块钱。师傅，这条裤子，哎，那边别转那个，哎，来来来，这多少钱？这条裤子您给我退了吧。这多少钱？哎，就那个白色这条裤子，您给我退了吧。这不退啊。确实买小没法穿的。这穿了能退吗？不行啊。不成。哎，师傅拿那个。您给我退了吧，确实买小了。啊，就那条。条是那个。这行行好吧，您给我退了。我怎么远来的？要你送我，真不好意思。没事。在这种地方演出，真别扭。你在那儿穿一场，他们给你多少钱？四块。哼，这帮王八蛋真够黑的。我倒不在乎。一杯咖啡还五块呢。我主要是为了适应演出的气氛。自己又没工作。再不多练练，就更没机会了。我爸爸找人给我照了几张照片，说是可以当磁带封面用，啊，送你吧。哟，好吗？你自个儿留着吧。嗨，谁会给我录磁带呢？做做明星梦吧。再见。哎，谢谢啊。我可扶着你了啊！没事。秋山啊！哎呦呦呦！哎哎，不用害怕。到了。听说你在这一带挺有名气的，是吗？啊？好多人都跟我说你特别厉害，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是吗？他们是不是在骗我？嗯，没有，我不是好人，真的。我原来老跟人打架，还差点把人给弄死，关了好几年，真的不骗你。是吗？我不信。嗯，回家吧，一会儿你爸等着急了。那再见。好嘞。嘿，是他们骗我，还是你骗我？我算是完了，东西都置办齐了。他又说没有一台录音机不结婚。我现在是连一滴尿都挤不出来了。得多少钱？多也不嫌多，这个少也不嫌少。您看着办吧。您可算是救了我了。
见识。揣兜里，先揣兜里。嗯。我要是不还你钱，我就是孙子。经理先生，赵亚秋什么时候还来演唱啊？听说去参加什么文艺汇演了，什么时候再来就不知道了。慢慢等着我啊。慧泉儿，哟，你呀，我等谁呢？怎么样，上回赚了一把？哪儿弄那么些乱七八糟货、啊？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哎，瞧我那辆车怎么样？瞧见了，还拉倒你。老哥，我卖不了你。我算是服了你了啊！哎，着什么急呀、啊？走吧。哎，你知道哪儿办文艺演出吗？没事，瞎问。我不知道。成，走吧。哎，那我先颠了啊。来，回去。上海市名牌产品百达表，提醒您这次退市。上市。刘叔，啊，你先等会儿，站那边去。哎，我跳马。哎呦，不不不，这别别回去，这马不能跳，不跳马，我可能。哎，过来。找你没什么大事，别紧张啊。哎。据说最近表现不错，市场管理局都说了，就是交朋友时候注意点。像崔永利这号人，甭搭理他啊！抽抽烟？不抽，戒了。抽吧。不抽。你会下象棋吧？凑合事儿。你给我看看，他能不能将死我？哎，这，哎，要不您这么着，再把这骗过去，没事，一点事儿没。行吗？行，死不了。成。没事儿，你回去吧。哎，好，回去您。嗯。哎，你等会儿。罗大妈说你最近心情有点不太好，怎么着？是不是又失恋了？啊？没有。这有什么？吹一个，咱再问下一个嘛。啊？别人跟我吹了，我上街抓的小偷比平时多好几倍。得，以后有事儿找我啊。哎，麻烦您啊，你回去吧。相隔千里遥远，你却记挂我在心间。记得分别那一天，你叮嘱一遍又一遍，尽管如今少见面，手足之情永不变。世上花有万万千千，宇宙太空星星点点，人间事情千变万变，我俩的笑声更像是一样甜，更像是一样甜，更像是一样甜。
起。张小姐，你好。你好，张小姐。您录音的事儿，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对不起，以后再说吧。录音了。小姐，这是我的名片。我非常喜欢听你唱歌，谢谢。你好。你好。哎，李慧泉，你好。哎，你好。这是我慧眼时认识的朋友。你好。以后他们会送我，就不麻烦你了。再见啊。再见。真的，派出所小刘找你呢，他在那边，你快去吧啊！怎么，你帮我看看摊啊？哎，叔叔，怎么着，给您女朋友买件衣裳啊？买你脑袋，方叉子好了，越狱是，大概有十来天了吧？你们通过信是不是？去，回去拿着信，跟我到所里去一趟。你怎么净干这傻事儿啊？啊，去去去，快去！哎，那合同现在还在外头，还没逮着呢，是吧？你废什么话、啊？哎，好嘞。全哥，是我。我妈让我找你来了。找我干嘛？我妈说，我哥要找你来，你让他自首去，千万别让他回家。完了，走吧。我爸还说，我哥反正也死定了，不是枪毙就是死刑，就别让他连累大家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和你爸，你哥是王八蛋，不是人养的，石头眼蹦出来了，本来就他妈不该活，滚！什么东西？一块八，够费的你了。一块八，哎，可以。找钱，找钱，哎，找钱。好嘞，要票吗？要。哎，我说，哎，要票吗？没有票。哎，美国片啊。要票吗？哎，要票吗？哎，美国片啊，美国片。哎，带脱衣舞的美国片。哎呀，大姐，要票吗？大姐。到了，把票给我。李光总。哥们儿，但分要是有辙，也不会干这个。我是欠了一屁股的账。我那位是没有录像机，他不结婚呢。他没让你买飞机啊？啊？啊嗨，你说活着有什么劲？你说上班吧没劲，不上班吧也没劲。你说搞对象吧没劲，那不搞对象也没劲。你说这怎么什么事儿他都没劲？你别打岔，我的钱呢？你干嘛了？钱，要钱有什么劲呢？不要钱吧，那也没劲。打你一顿就有劲了。所以你打我一顿没劲，你要不是打我的，我打那还是打你一顿吧。走，出去。哎，大哥，大哥别打我，大哥别打我，大哥，大哥别打我。哎，大哥，大哥。我全告诉你。说吧。我那对象三个月以前就吹了，你借我那点钱全让我给赌输了，让我娘骗我。哎，大哥，别打别打别打脸，我明儿还上班呢。去。哎呦，你真大爷。
李慧泉，你戴个大傻帽呢？你那个小歌星，已经跟那个姓崔的马上就要去广州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哎。你最近不常来吧？不常来。是不是听我歌听腻了？不是。买卖累人。嗯，赚钱是挺累的，我也挺累的。哎，我现在每天比原来多赚5块钱了。是吗？嗯。你刚才那件衣裳不好。是不是太露了？那倒不是。你还小吗？这种衣裳长大了再穿吧。现在骗子多，你小心上当。你条件好，好好干，能有出息。你怎么跟我爸爸说的话一样啊？连词儿都差不多。赵小姐唱得太好了，谢谢赵小姐，请你给我签个名。好的，谢谢，不客气，再见。请赵小姐那样的签一个名，你看过去了吧？明天再签。我干嘛呀？哎，你拽我干嘛？你干嘛？是你。你拽我干嘛？哎，这干嘛呢？干嘛呢？没干什么。说。说。我就在这看看。等灯一灭了，我就走。他认识你吗？不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比我高2届。我不认识他。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是个傻逼。闺女，出去把大门锁上啊。好吧。
喝这个。哎，你说我刚才说那套怎么样？啊？哪个？哎，这人生一世啊，就得怎么自在怎么来。嗯，我知道你李慧泉，仗义、稳当，可也不能把自个儿当佛供起来。一辈子吃素，忒没劲了吧？啊？你说是不是啊？瞧不起我？有那么点儿。要是几年前我废了你。没错，我信。我信。兄弟，给你看样东西吧。这一共是100盘，20盘原装，80盘复制。到了北边，能涨上10几倍的价钱。冷地方人，色，好这个。我这叫南水北调，黄水儿。怎么样？跟我走一趟吧。嗯？不成，你找别人吧。我要是信得过别人，能够找你吗？公安局正盯着我呢。还为了方叉子事儿吧？嗯。哎，他要是真不够朋友，找上门来，你跟我出去躲一躲，不是正合适吗？你别动他。哎，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小子早有一手了啊？反正你别动他。啊，好好好，我就不动他。哎，他要是动我呢？啊？哎，好好好，你自个儿看着吧，我有点盯不住了。
你告诉那姓崔的，少跟我来这个。嫂子，别上，肯定没人。我是从东面爬墙过来的，你放心，我一会儿就走。争取减刑了吗？自己给自己减多少？这辈子也交代了，大不了一死，再通缉我了吧？废话！作死呢你！我知道，你好像叫我睡一觉就走，我不连累你。说得清清，也怎么回你们家？我怕给我妈他们添麻烦。还是的，你不怕给我添麻烦？这几个月我过得惨透了，跟狗似的。在内蒙大两个月的草，在张家口干过几天小工，我实在受不了了。一见着人就害怕，碰到人跟我打招呼能给我吓个半死。我不找你，你让我找谁去？那你打算怎么着？到南边试试能不能出去。自首去吧，不，打死也不行。那总得给你想个办法。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哎，真的，把灯关了，我心慌。真傻呀，不应该跑出来，逮着还不弄死你。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就算我这三次，你没动真的。我这事儿都头一回跟人说。
我在青海做梦，梦见我妈头全白了。嗯，爱成，知道想着你妈。不说这些了。哎，你还没开始啊？刚才我在外面你不搭理我，我还以为屋里有个母的呢。瞧那点揍性。睡觉睡觉睡觉，明儿跟我上公安局去。你拿菜刀把我脑袋切下来送去得了。这杆还可以。你就这。哎，怎么？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哎，我有点事儿。小芬在呢。啊。李慧泉。哎。哟。一直没见着你。哎，是啊，你这挺忙的，挺好的。你好吗？嗨，我瞎凑合呗。你变化够大的哎。是吗？哎，对了，那天吧，我做了一梦，梦见咱们去上学，有我、你，还有咱们班一同学，叫方什么来着？我儿子。嗯，他有一外号叫叉子。叉子。你俩都剃着秃瓢，这傻呀？妈，妈，你看他怎么都变成大老爷们儿了？那你身体还挺好的。哎，他都快生了。哎呦，你买这么些吃的干嘛呀？哎，我懒得一趟趟的买，一气买完它得了。那个，大妈，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回见您。有时间你来玩啊。哎，好嘞。怎么着？想好了没有？想好了。想好了，成。起来吃饭，吃完饭跟我一块走。哎，我自己走。哪儿去？昆明。装什么糊涂？找死呢你！娟子，我跟你说吧，你救不了我，我走也是死，不走也是死。我别的不求你，给张火车票钱总可以吧？是她吗？真漂亮啊！你小子也真不开窍。要是我呀，早把她给办了。这几年在里边，除了玩自己，干驴的心都有了，可把我给憋坏了。到底想怎么着？一张火车票钱。
大妈，我这儿呢，您怎么不在家啊？门没锁吧？啊，是怎么回事呢？小芬不行了啊，汽车又找不着。不着急，你快到三楼去救他吧。走走走走。啊，全子，你快点啊！哎，好嘞。啊，赵子，赵子。我一直等到天黑，你还不回来。我知道你放给我一条路。那钱我拿了300，我到死也忘不了你。娟子，去看看我妈。什么也甭跟她说。1万，这是4000，点点。瞧什么瞧？来了。找谁呀？找崔永利。崔永利，我搬走了，这房子租给我了。快点！等会儿，他早不跟这儿住了。哦，哪儿能找着他？不知道，哎，好像说是机械厂什么宿舍吧。谢谢您啊。你找谁啊？崔永利。找你的。我住这儿。外边，外边，在外边说去。你跟我说这干嘛？我看你这人挺能耐的，给出个主意。回旋，我一向觉得你办事挺稳的。怎么干了这么件引火烧身的事儿？您就别客气了，给指个路。哼，开什么玩笑？知道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就是方叉子给逮着了，他自个儿秃噜了，你也什么都别说，就说是他偷的你的钱，你不知道。嘿，兄弟，我真佩服你，崔永利，你到底是有那么两下子。嗯，都照你这么活着，得累死了。嗯，慧泉，我实在帮不了你。这年头，自己要不护点自己，可也没法活你，你说是不是？走，跟我算算那笔账去。什么账？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你？走！
多亏人家全子啊，你可不，哎，你小声点儿，全子都睡着了。项链，嗯，纯金的吧。什么？啤酒。好。哎，小姐，你待会儿把那位唱歌的小姐给叫过来好吗？本事，我见了不少世面。他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我知道。知道，知道你就不应该跟这种人来往。哎，就那么回事儿呗。找有事儿吗，先生？您的饮料。哦。谢谢你啊。项链啊，真漂亮，纯金的，是送我的。是。我可不敢要，除了送我的鲜花以外，别的我什么都不会要的。实在抱歉。对不起，我知道你要花，我就给你买一大捆来。明天我唱两首新歌，你来吧。来。再见。
哎，25块。多嘞。哥们儿，喝多了吧？进来，咱们也喝喝。哎哎，哎呦，哎呦，哎，还挺肥啊。走，哎呦，过来，好可吐来了，给我动静走。哎哎哎，小兔崽子。拳头还挺硬，快跑！别跑，等等！还是你骗我？嘿，全子，干嘛？小芬，你看我系了条红腰带。全子，全子，哎呦，全子，你快醒醒！全子，全子，全子，你快醒醒啊！你快点啊！警察来了，快跑！
同志，快走吧，进场了。哎，刚才你和谁说话呢？一个观众，走了。嗨，不是醉鬼。